哎呀，这个胖菜怎么那么久啊？不要等了啦。哎呀，没事，他只是胖了点，可能衣服也穿不上，再等等吧。一会儿撑坏了怎么办？怎么等？快点！别这样啊，你看他对你多好啊！你上全身上下哪一个不是他给你买的？那是他自己愿意啊。文文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今天你看我穿这个裙子好看吗？好看呀，灿灿，你看哪家穿的？这颜色 beautiful。什么呀？这个裙子好看吗？你看肚子这么大，你看不出来呀？这个裙子好看是好看，可是太显肚子了。要不我们换一件吧？叶老板，你们家还有没有大一点的？就是给我闺蜜穿的，她190公斤的。有啊，我们家这条收腹裤就挺适合你闺蜜这个身材的。老板，开什么玩笑？我闺蜜肚子这么大，你这个收腹裤这么小一点，要是给她肚子勒坏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怎么能这么多事啊？那老板说能穿的，一定是能穿的嘛。这个裤子我露着还是没事的，要不你去试试？嗯，行，那你等我一下啊。嗯，好。谁等你哦？啰里吧嗦。文文，你快看看我这样穿好看吗？哎呀，真的还挺好看的耶！你看你那个肚子被这个上腹裤一穿，全都看不见了。是啊，我现在摸着啊，都平滑了很多。这个腰头好高啊，我肚子又大，胃腩又大的。你看看这松松垮垮的肉肉，全被这个上腹裤给收起来了，腰头还在弹力呢，还是平角裤设计，我觉得当安全裤穿都挺不错的呢。那是，这个上腹裤就买对了，好像比你以前那些啊都舒服哎。可不是吗？那这个会不会很贵啊？你问过老板没有？不贵，我早就帮你问好了，才49块钱一条，两条才79米。那行，我买4条，给君君也带一条。哎呀，以后啊，你离君君远一点吧，他老在背后说你坏话，对他那么好干什么？啊，我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呢，那以后不要跟他联系了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好。